饶叔，爸，噔，这些都是你做的？当然啦，怎么样，丰盛吧？哎呦！20多年，我头一次吃我女儿做的早餐，失眼瞑目了。呸！老爸，你说什么呢？这么不吉利啊！以后啊，我多给你做，好不好？嗯。你以前是从来不做早餐的，今天为什么要做早餐？昨天晚上看你们俩太累了，我今天准备做好后勤服，为你俩服。哦，你会做早餐吗？啊，会做，叔。那你怎么不做呀？我昨天晚上不是跟您一块儿谈心的吗？咱们爷俩。对，而且前几天一直都是他做，我今天是第一次做。你都会做什么呀？哦，叔，我还真会做挺多的。比方说这吐司，哎，鸡蛋、沙拉、火腿，还有这牛奶，都很拿手。这个还用做吗？买现成的就好呀，切就可以呀，凉的热了就搞定了嘛。